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。哎呦，让我们来看看，开台没？安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巴拉巴拉巴，一周没有全物品生存啦。上周出去玩，今天继续嗨。上一次我们获得了丝绸之处，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小小的麦块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拿出我们的丝绸之处稿，四处挖挖。今天就是这么简单，没问题。那就让我们准备出门，挖就对了。安安安安，在那之前，哎呦，我们农作啊，或者是啥的啊，也都可以来准备一番。啊，中秋有没有烤肉吃饱饱？我们这样是不是要多一排啊？你看我们这样子，有没有去回来，然后又去，少了一个回来。哇，这我当初没想到呢。可恶，这样蛮多的啦。哎呦，回来就两边补一补 ，S 型。你在睡哦，那我跟着睡。有做绿宝石砖吗？之前有做过啊。嗨，还没补。还不工作哦。这些感觉，看看哦，书柜书换，这个换书柜，然后书柜再拆了换绿宝永动机，就可以去附上更多的，就可以去弄到更多的交易啊。我们主要是让他们也都。也都让他们也都可以有更进化，对不对？那之后会有卖什么，所以才要这样的交易。哇！有他们升级了，升级了。啊，那个到底要不要工作了？都不补货哎，为什么他们不补货啊？他们今天很倔强哎。那今天超倔强，那不理了，我们就直接走了，回来再说。幸运三。鱼耳山还行，鱼耳山，哎，捕获了，捕获了，听到他的木桶的声音，终于捕获了啊！我们的绿宝大钻特钻，好了。OK， 工作时间还没到，一早天亮就要工作啦。啊，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制图师在上面？你打哪来的？之前出来然后没有弄到的吗？好夸张！哦，我们之前是下雨哦，还是怎样？为什么都长得满满的？好爽哦！
那你甘蔗哪一天再心血来潮的把它移过去吧。我们就先简单务农看看，跟大家聊聊天。阿巧是上周烤肉，粉砖有PO，所以上周就休息。我们直播如果有休息，都可以在 FB 看，因为发社群会考量很多，就不发社群。如果你看到，哎，怎么都没开台，是不是有问题？就去 FB 看看 ，FB 没说就代表可能是网络在作祟，好吧？等一下就会开了。那我们好像差不多可以准备出门。带个相思木船，这样子应该就够了吧？来，我们弄完一切，今天的目标就是挖，好不好？珊瑚，各种的珊瑚，挖，挖起来就对了。有人说村民可以制甲师可以买锁链装，是不是？锁链装也会是在第一层的嘛，我们就可以去刷刷刷。但还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挖。就像我们的目标，好不好？877应该是非常的有机会。其他的一些太琐碎的啊，我们就放推，放推。100%真的太琐碎了。阿巧觉得知道个概念就好。这些没有体验过的，就来试试。我们是把上面全部放满，各式各样的珊瑚，喂，还是全挖了，反正全挖了，等一下在水上再来，好不好？保护大自然，那要怎么办？所到之处全部都挖了，大自然保护。交给阿巧，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，对不对？根本连辨识都不用辨识，全挖。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都挖了。哎，这样好像差不多咯。这几个颜色通通挖掉。又有又有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这边都是一样的哦。黄色的有吗？也有了。去看看不同颜色的，粉色、紫色。屁孩子，这里还有红色。挖一挖，挖一挖。粉色的，哦，有有，还是有哦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哦，几乎都有了，有没有什么一眼望过去感觉没有的颜色？我们的船呢？我们再上船一下。珊瑚的颜色好像没有想象中多，它应该也是16色的吗？这个的粉色是不是没有？好像没有。然后其他的看起来看过去都感觉一样，对啊，看过去都感觉一样。这个有吗？有了。看过去都感觉一样咯。那或者是我们直接台哥喇逼随时可以来看看，复盘一下，管珊瑚跟角珊瑚，其他都是细条条，所以就只差蓝色跟黄色
的管珊瑚、角珊瑚，蓝色跟黄色。那我们就直接下去找啊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你那个每一个都长得一个样子啊。扇状，所以我们要找的不是扇状，它通常会长在长成怎样啊？还是它是有没有朝天的？会不会？哎，是是是，所以黄色朝天的有，是这样分别吗？哎，是哦。那接下来要就是要让他们。变成白色，好不好？直接上陆地啊，直接上陆地。噔噔噔噔噔，放在路上它就会变白嘛。啊，人类放在路上就变黑。我们来看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一二七十四十五，总共十五个，没错。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我们就很单纯，把他们都放出来，对不对？它是就白了。建议回家弄就可以收到箱子里。哎，对耶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快没位置了。嗯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可以。剩下的回家弄，白色。哇，这样子珊瑚的任务就可以 KO， 那我们回家放箱子就可以了结一切。这个蓝跟黄要不要留一个纪念呢？黄色，其实长得看起来都长得很像。但确实往上的就是不同的，往上的侧边的是一种，往上的是一种。珊瑚也只是多三十个、啊、没有我想的还要来得多，可恶、啊、原本想的还更多。来，让我们慢慢回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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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觉。然后来看看珊瑚要放哪一个箱。哎，这个箱子就来放珊瑚的东西啦，有颜色的，细条条诶，留作纪念好不好？我们就这么的认真，这么的认真，角珊瑚方块管哇，真是不容易呀、啊！啊，再来把它们。我们这边好像也没有 很大的位置呢，那是意识一下就好了。推推推，还有最后一个气泡珊瑚，哇，真的是瞬间就变白了，瞬间就白起来了。可怜啊，珊瑚们，我感到很抱歉。
但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也只能做了。啊，气泡，气泡珊瑚方块。尽量差不多的啊，尽量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努力的摆啊。